妈，小心台阶。哎呦，你，妈，你没事吧？不碍事儿，我没有一手遮天的能力。妈妈，我要喝水。别吵，你不知道独立行走很重要吗？您脚还好吧？没事儿。妈妈，那个叔叔瞪我。他瞪你，你就瞪他呗。踩到他人脚也不道歉，公共场合怎么能随便乱跑？这么大孩子到处乱跑不是很正常吗？他还只是个孩子啊。什么素质啊，这件衣服你要是不赔，今天你就别想走。他也只是个孩子呀。买下来，快快给我结账，快呀。26.8，现金啊。我又不懂你们那个什么嘛，拒收人民币违法。我这没零钱，真的找不开。那我替他一起付了吧。你也太慢了，就这太丢人了。别的小朋友都是限量版，不要了。刚才谢谢你了，现在的孩子都不喜欢这个了吗？小时候我奶奶最喜欢给我买玩具了。张开双眼就沉默。哎，老太婆，我们这里外带食物大款100，我可是给了钱的，自助餐不就是随便吃吗？自助餐只能堂食，私自外带属于盗窃行为。关你什么事儿？再说你哪只眼看见我外带了？小心我告你诽谤。哎，你别跑。哎，抛弃你的主人，真的该死。好啊，果然外带了食物，罚款。没事，我替他付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扫这边二维码买单。我这是老年机，扫不了二维码。不能扫码还出来吃什么饭啊？要不我给现金吧。我们家不收现金，只扫二维码。你不知道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拒收吗？不是我不想收，确实没零钱找不开嘛。小伙子，能不能先帮我扫一下？我一会儿给你钱。没关系，算我请您的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哎，没事，不用。糟了，文件。你一个傻小子请我吃饭，吃的还真灵。